曲歌王萧敬腾今天出席狂犬病防治公益记者会，老是爱动物出了名，这次不领任何酬劳也要尽一份心力。目前除了家中拥有的七只小动物之外，萧敬腾透露日前又多领养了一只狗狗。因为我需要他们，对啊，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怎么讲，很幸福，很幸福，很好玩。然后因为我知道他们需要我，然后我也很需要他们，所以我们就之间就是很相爱啊。只是萧敬腾常常因为工作当起空中飞人，有时候不在家太想念宠物，还会利用手机视讯和录音一解相思之苦。会装一些可爱的声音之类的。超可爱，真的。在家示范一下。你说我啊？我说他们超可爱的，不是我超可爱。他们啊，我家小孩全部听我唱歌，非常爱听，对。哎，没有哎，其实没有几个爱听，就是有几个爱听，也没有几个没听。看来萧敬腾家中的宠物都十分人性化，能有这些小动物相陪，相信老萧的生活势必会过得非常多彩多姿。搜视频娱乐台报道。